大家好，山崎富尼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问题与解法节目。所以如果你有问题，如果你正在面对困难，耶稣他有解法，他要帮助你。所以你应该相信心他会帮助你，你应该相信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不管你正在面对什么困难。我们每天我们这样子说，耶稣会改变你的生活，耶稣会帮助你，但是你应该先相信，你应该先靠他，请他帮助你解决你正在面对的困难。因为如果你求告他，如果你请他，他会帮助你。但是你也要了解，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你的家庭破坏了，因为你的金融生活破坏了，还是你的家道破坏了，不太丰富。这些事情不是最大的问题。你应该了解，你正在面对最大的问题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上帝的灵，你没有他的救恩，你没有和平在你的里面。怪不得每天你正在面对一样的困难，怪不得你的生活不改变，因为你先需要领受耶稣基督的和平，他要给你和平，他要给你救恩，他要改变你的里面。耶稣基督要改变你的内部，他要给你和平，他要求你的灵魂。因为如果你不知道，每个人我们有我们的灵魂，每个人有他们的灵魂。所以如果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不服从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们不服从耶稣基督的话，我们死了以后，我们会去天堂还是地狱？怪不得我们应该服从耶稣基督的话。所以你应该先了解，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家庭，不是你的金融生活，不是你的工作，就是可能你没有耶稣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，你没有他的灵在你的里面。因为他说了，让我们一起读耶稣基督的话，他说了，于是他对他们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。所以他说了，你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。所以不管如果你有一个丰富的生活还是不太丰富的生活，如果你有钱还是你是一个穷人，不管如果你靠他会帮助你克服所有的困难，他会帮助你克服所有的困难的事，你也应该靠他，请他求你的灵魂给你和平。因为可能你有抑郁症，你生病了，你需要一个人的帮忙，你需要一个人的帮助，耶稣基督他会帮助你，他会给你快乐，他会给你喜乐。如果你请他，现在我们会做一个祷告，我也邀请你准备一杯水还是一瓶水，我们会祝福你的水，然后我们会请你耶稣基督进出你的生活，我们会请他给你和平。你应该相信，不管你将在哪里，耶稣基督与你同在，耶稣基督他听你的祷告，你只要请他，专心请他帮助你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给你和平。好，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有的时候我生活很难过，但是你要记得上帝跟你同在。现在祷告一刻，我的主耶稣，奉你的名字，我的主，我知道耶稣，有一些人他们刚刚明白了耶稣，他们需要你的灵，他们需要你的和平，你的快乐，你的幸福，耶稣，因为他们明白了耶稣，他们需要你。所以耶稣，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问题，他们正在面对很多困难，耶稣，我也相信你有力量改变他们的生活，你有力量，耶稣，帮助他们，你的能力，耶稣，没有限制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相信你会帮助他们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耶稣，如果他们专心听你，帮助他们，所以我就相信耶稣，你会帮助他们，你会让他们克服所有的困难，耶稣。但是遭遇这些事情，遭遇这些问题，耶稣，你会给他们和平，你会帮助他们，耶稣，你的灵会进去他们的生活，你会改变，耶稣，他们的内部，他们的里面。不管如果这个人有抑郁症，如果这个人没有和平，耶稣，我们喝了以后，这瓶水还是这杯水，我相信这个人会领受和平。如果你相信，让我们一起喝一下。现在你领受和平，现在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活，现在耶稣基督改变你的内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我祝福你的生活，你会领受和平，他与你同在。如果你相信，你也可以说阿们，阿们。所以现在你要相信，你也要清楚了解耶稣基督，他要求你的灵魂，他要求你。所以如果你正在面对困难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你可以透过这电话号码跟我们联络，我们也要帮助你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用这电话号码，我们会帮助你，我们会与你联络。好，所以上帝祝福你们，下一次我们再见，拜拜。